啦，爱好好用心嘛、啊，每一工都是甲逐个人担心，就是心嘛、啊。会旦互咱成就一切，这念心嘛、啊，也会互咱造成真最恶呀，一切加油。 一点心做，咱正面讲过了，善说善说也是同款，一点心，福多啊！十好积聚，也就是十点积聚，点就是修来的啦。平时呢，爱用心。 心用在生活中，用在人事物质中，咱要好好用心来去就做，就会当住。 众生世界、物质世界等等啦，不同进出自如。咱人啊，拢是受即个世界环境呢，而影响咱互咱诶心不得自在。佛陀呢，代价啊，伊会当进出自如。 随顺众生的心欲来说法啦，所以这是已经明了世间的苦难，所以不懂说法的处事啊，嘛是共款。开始向逐个人就说：苦啊，苦是灭道，即四项道理。 是人生啊，尤其是学佛者，要用心去体会苦啊，是加分。意境呢，就是了解世间的苦相、苦嘅心理。任何一个人来个世间，有心嘅人要好好去。 从苦中去探讨人生，佛陀已经探讨过啦。就是人世间啊，无离开了即个苦难。其实啊，即、这个苦难是从众生心,心欲所造成的啦。那。 人来的死，源头敢毋就是父母的业呢？父母心业，啊，敢毋就是咱众生呢过去甲父母所结的缘呢？所以啊，众生啊，即、这个苦难就是来自于心的业。 做造型的 所以，从生死烦恼中自灵灵众生闻法欢喜，现灵道向无上菩提，这是佛典。佛典啊，了解众生的苦，源头是从心欲开始，来到这个世间因因众生。 个人的习气无同啊，所欲不同啊，确实不同呢、啊。一旦将这个众生在生死烦恼中，从生到死这段时间啊，众生意境呢有年多年真多伫这几十年时间，迄、那个所看见。 的烦恼有多大，赶款无离开这个生死诶烦恼。今生来，一世人所做诶业，到头来就是死。即中间呢，以下的烦恼啊，肯定不休。即种诶习气呢，要叫伊听法啊，实在有困难。 听话呢，会当接受也是无简单。咧接受进去呢，会当入心嘛，起着欢喜，真呢，建国较不容易。不过，佛道啊，伊会彼地相关，伊无受障碍，众生的烦恼，对佛来讲，无障碍啦。 所以,以，伊会当从生死烦恼中而疏令众生呢，会当听法欢喜哦。这就是佛陀伊个神说，来去自如，不管虾物款的众生，虾物款的境界，伊入迄个众生境界呢，伊都会当神识哦进出。 无困难呐、啊，目的呢就是爱，使令众生听话欢喜啊。果在呢，显灵道向无上菩提，这就是、啊、佛陀啊！伊诶悲已经过去呢，一慈悲甲众生。 累积了真济诶好言，所以众生听到伊说法，都会欢喜啦。那过去毋是讲过啊？有缘诶人啦，讲诶话呢，拢总是坏；，而那无缘诶人，讲诶话更较好呢，拢嘛是变做是非啊！总是呢，众生啊。 听到袂欢喜，啊，若有缘都是欢喜啊。欢喜就会当接受啦。所以,以、哦、呢，会当先令到向无向菩提，予逐个人欢喜吼。真呢是佛陀啊，过去会慈悲，甲逐个人结个好缘，啊，运用伊诶智慧呢，在人群中耍。 哇！这叫做显色一点，再来呢，就是世间界啊，世间界就是讲佛的有情世间及一切众生种种心用，种种器皿业报及气世间之物体。 形主怀空，心灵解了。伫这个中间，在世间的众生，无离开家的啦，友情的世间，友情的世间呢，都是所有的动物，包括人嘛，人甲所有的动物，拢叫做友情的世间，不管虾米动物啊。 就是讲一只网啊，伊呢，伫遐伫咧飞啊飞，你若是手伊硬一来呢，伊著赶紧走啊，无影无踪咯、嗯。若就是啊，你这个动作，它会惊。要若无呢？伊著是伫遐等你无小心的、无注意的时间，它就甲你定了。 哦，你是已经互梦定着啦，你会去烦恼是吗？却、就是梦呢，安尼甲你定一来呢，伊会当用伊个生命啊。所以呢，咱讨厌，但是呢，伊是维持伊个生命，这叫做友情世间。所以记即个理啦，咱都知影。 所有诶动物，甲咱人啊，还是共生系哦。咱在会定要讲尊重生命，爱保护生命，这著是咱学佛啊。应该爱培养有诶爱心，这叫做慈悲心啊。 才叫做友情世间，凡是呢，有性命的物件，都拢叫做友情。即个世间，吼，那一切一众生种种的心欲，一切有情都有心欲啊！你看多一项动物呢，毋是因为迄、那个心欲在衍生吗？ 不管不管虾米款嘅新型嘅动物，伊会当搁再底里延伸落去，搁下一代下一代想一想，不管是虾米动物，动物嘅世界就是安尼啦。即、這个心啊，种种凄迷业报，心呢？ 都是烦恼啊、气啊、都、就是啊，郁啊、心情暗啊、无光明，所以这种总是咱众生业啊烦恼。搁在及气色、干净、物体、形组、怀空、心灵解了，这都是或、啊、多伊少一位。 会当解了世间，不管有情无情，无情呢，就是草木啊、丁丁吼，那这拢是互人伫咧用诶。刀啊啦，啊，或者是地板呐、啊，那丁丁呐、电风啊、电火啊，总而言子呢，只要你目睭看会着遐物件，这叫做。 气世间，实在是咱大诶空间。国较大诶呢，是社会；国较大诶呢，是国土；国较大诶呢，是全球。不管是空间、物质啊，等等，这叫做气世间。在气世间，所有诶物体，皆是生住。 太空无一行。」永远定的啦。讲天下大地山河，山河大地呢，是毋是永远拢无变呢？还是同款会有变啦？有时阵大自然的发情，大自然的速带。 树代威力真大哎！伊那想树代调和，那就是风调物顺呐。风调物顺呢，山河大地啊都平平安安。现在想一不调红那就变咯，环金都变咯。 看看讲伫九二一啊，迄、那个九九三啊，迄、那个所在，从台中啊，要去布里亚南道啊，要对迄个所在过，常常迄当村，伫咧走即条路啊，救灾时，不由自己呢，就会。 看到迄个路底要过的中间过个山咧，安尼亲像北皮落来，迄只是瞬间啊。迄你就是伫九二一，迄日透早一点外钟诶时，忽然间天摇地动啊！本来迄个九九三是安尼真青绿青翠哦。 真水的山形，但是呢，一时之间，瞬间啊，一个地洞啊，规片的山，它呢，规个山皮拢老落来啊，毋止是树啊、草木丁丁，连土呢，嘛安尼规个老落来呢，彻底咧过时。 不由自己啊，往窗啊外看啊，这大片的山、啊，到底个什么时准？才会当恢复伊的清绿诶，山毛出来呢？个什么时准？才会当有树啊起来呢？真的，一时之间， 山拢变形啦，这就是敢若一代不掉、哦，地代不掉，即种形住毁空的世界啦。现在咱定定看，啊，天下的灾难遮么多啊，到底为什么呢？哦，追代不掉。 落大雨啦，雨水不掉啊，过分了啦。那，雨已成灾，真大的雨啦。那即、这个山已经被人类破坏啦，水土保持已经失去功能啦，气候呢也变啦，所以呢，迄、那个雨落。 啊，超过了大量山，已经失去了自己保护的功能。所以呢，雨一路、啊、土就流，土啊，就啊，安、啊、尼对山顶直直落来吼，何况讲树木呢？山的本身本体啦、啊。 都已经呢，安内滴老落来啊，好风啊，所以讲起来，山河大地啊，确实呢，世代不掉呢，那就是修非常一时之间都变了啦。总讲一句，山河大地啊，世间，去世间。 一切嘅物体终归伫心住怀空了，就像一个小岛，这里是岛，伫迄个所在嘅人民呐、啊，真正惶惶不安，因为伊嘅地底里滴陷落去啦。四边拢一直水起来，这嘛就是心住怀，总要空嘅时啦。 咱现在，现代即个时间呢，甲咱共款伫即个天下而有安尼个国家都伫咧变动啦，所以想看卖，佛陀或呢，对友情、世间一切众生种种嘅心愿，众生嘅生死苦难等等啊，即、這个生老病死带自然。有。 发觉，伫即个人世间、友情、六道轮回中，无一项无清楚。尤其是呢，伫即个空间，即气世间所有诶物体诶世界，佛陀见各再较了然清楚。好，好亲像呢，伫树林诶面顶啦，所伫咧看诶树粉。 清清楚楚，做佛道对人真了解，对世间真了解啊！伫、这、咧、个、教育，呢，伊嘛是用智慧。有一个时间，佛道在世迄当阵啊！大好是结下安居过了后，无偌久的时间呢，有一位地主啊。 从远方来，那向佛陀恭敬顶礼问案那。佛陀看到一位地主呢，这远的所在来啦，坐到，伊就问伊讲：，那你对多位来啊？这地主呢，回答的就是：我是从雪山而来。 哦，路途远吼，啊，有一段时间，将结下恩积结束了后，心思念着佛啦，所以从迄当尊，就开始起步啦，一直到现在，才会当来到遮。看着佛陀啊，向佛陀请安啦、啊，佛陀就问伊讲。 那这回结下安基平安吗？那这个其实啊，就是讲伫生活中呢有问题啊无平安无哦平安啦、啊，那进出啊有、哦、平安无平安啦、啊。在平时嘅生活中，在迄个境界里。 生活得安稳吗？我即位弟子呢，开始就回答啦。好多慈悲关心啦、啊。今年我结下安居，伫迄个歇山诶所在，环境真好。阮伫迄个所在，心情安静啊，生活呢？ 也过会用的啦，啊，进村的也是平安。只敢若有一项缺點,点呢，定。我倒就问讲，什物款的缺点呢？伊讲啊，若到甲黄昏夜暗的时，血鸟啊，真多啊,啊,啊，都拢会瓦来伫即、這个。 所安基个周围，啊，噪声真吵啦！暗来呢，想要安定啦、啊，打做啊，就是噪声呢，真吵，真吵吧、啊？那不多久问伊讲，哦，那安尼，恁敢有想要阁倒转去迄个所在？ 安居呢？敢有欢喜？迄个地方，地主就回答讲：迄、那个所在真正是真适合阮修行。只是唯一诶缺点是暗时较侪啦，噪声做杂啦，较困扰啦。暗时无法度呢，安心静心落来。 我多多教伊一个方法讲啊，那安尼你若转去啦。开始黄昏诶时，听到鸟声来啊,啊，你爱真虔诚，合掌，甲鸟啊，安尼讲啊，鸟啊，我真需要你，这个猫啊，我爱你诶，鸟萌。 我需要你诶鸟门来共用啊！在焦啊开始来时，并无做，却是呢，听到悲哭滚呐！安尼呢，他正想叫祈求，希望因献出因诶鸟门来共用，在鸟啊呢，开始焦滚 好多赶紧去开会咯、哦。吼！啊，现在 BQ 啊，对咱开始有所求咯。啊，因所欲求为呢，是咱的身躯的鸟门啊。啊，各位啊，逐家人想互清楚，咱到底呢，欲甲咱的鸟门共用出去啊无鸟啊，听着呢。 所有的教棍都讲，咱辛苦啦，最宝贵的是咱的门啊！咱哪会当把门共用出去呢？哦，啊若袂用诶共用啊！那咱都毋通住伫即个所在咯，地求所要求呢？咱既然无法度好，咱著爱赶紧远离啊！果然啊，从安尼开始。 迄阿开始就静悄悄咯，吼、哦，鸟啊拢唔敢外来咯，那过无偌久，地球来向佛陀感恩啊！佛陀好我这个烦呢。啊，即卖现在迄、那个修行的环境啊，日时头真清凉，暗时真宁静。 果然呢，是一个修行最好的道场。佛道就搁在甲大家人开始咯，比起话，大家人都爱知。莲教啊，是友情的众生，伊家己呢，啊也要听受伊个乌魔啊。何况讲咱众生啊，人啊，人类呢？ 应该爱敬，也要自爱；，咱爱疼惜咱的慧命。时间会当能成就咱的慧命啊！烦恼会当成就咱的慧命。咱敢会当不如遐个话，听受伊的性命。这就是佛陀的地位，用这种的环境啊！ 来教育友情，所以即、这个气势间物体啦、环境啊，一切呢都有一个环境啊，有点缺点存在。友情呢，都有共同在在的特别追求的用吼，那、哦、也也有。 家己爱保护家己嘅情，即、这、嘅、个、就是友情界啊！啊，种嘅幽静界呢，拢是伫迷茫啊，伫痴迷中啊。所以佛陀爱不断来人间啊，向人间说法哦，这个、必定要有伊诶，好教诲，则有法领导世间啊。 向世间有情说法，再来呢，就是无上师啊，无上师。那这些佛道呢，是佛其中之一的德行？那就是讲以种种法，疏令一切众生未众生君者令降，未生相者令生相。 一心学家成菩提。最近我听那个大家人讲，好多来人间为一代宿因缘，莫非呢，就是要把这爱的种济啦、智慧的道路，就是要铺出来，铺向乎人人，一旦赶上这条路。 感恩的种子伫人人的心地啊，未来，互人人呢，心地去经营一粒友情。感恩的种子啦，这多是不多啊？要安怎样来培养人人的心根啊？也未开始经营即片心地，来引导伊、教导伊，安怎样来经营即片的心地？ 常常讲托风者，托风者，佛道呢，就是伫众生啊，真慌乱诶，心地中呢，要来给咱教导啊，安怎样？甲即个心地整理好好，好好呢，整理该托风，甲即个乱象啊，该低调，安怎样呢？即、这个心境啊，制造。 即美妙诶心境，吼、哦，那安怎样会成长呢？伫即片诶心地呢，安尼甲伊经营，甲伊经济落地啊。那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所要教育诶伊诶地位，那面对着众生诶诶方法就是用种种诶法。 疏令一切众生未众生尽令尽未成熟会尽成熟，伊成熟爱会当成入菩提，你莫爱成菩提啦！各位菩萨，福多呢，一智慧啊，教。 慈悲啊！有了慈悲呢，才会当有好言呐、啊。结好言，众生才会起欢喜心，欢喜心才会当接受法。那会当接受法呢？友情啊，未忘中呢，才会当觉悟，利用人人觉悟呢，爱国才会了解、这个气世间呐种种的道理、啊、不管有情无情、啊 一切呢，都是的福觉悟，佛陀呢，以了如指掌啊，都亲像翻掌来看秋分，这样呢才容易。确实，咱众生呢，还是还是一个真迷茫哈、哦，所以请大家人啊，要觉悟是咱的本性，啊，觉悟无困难，只爱咱。